哈佛。哎，这车可以啊。啊？这颜色不好看。里面好豪华呀。哎呀，你看人家这车，这还不是说多么高档的车。这车多少钱？十万。这个啊？十万四。哎，我们那个车下来还十万呢。啊，十万零四千八十万。哦，这个是啥车？难度是哈佛呀。哎，这个颜色多漂亮。我喜欢这种灰色。哈佛，其实这个车也就是十万。这是大狗，我都不懂车。这是哈佛大狗吗？十万左右的车吧。十万左右的车，我觉得这个车挺好的。哈佛大狗呀，多大气！我就喜欢这个车。你给姐看一下别的颜色，那个颜色哦，还有那个也是。喜欢哪款车要怎么看一下？这个。这个是十四万，好像还有个十万左右，还有十万，还有十一万，还有几个？十万的看看呗。十万八千左右。哎，这个车比我们那个都便宜，感觉。不一样，那是大狗，这是哈佛 H 六。你就要个十万左右的车吗？这个？这个颜色给姐看看，这个颜色。啊，那你银灰色吧。啊，这个姐，这个灰色多好看。这个多少钱？十五万，这个。十五万。嗯，但是这个颜色真好看。十万四千八左右，你好，我们应该买个 SUV 走一个。就是，我们应该买个这种大一点的啊、哦，里面宽一点的。十万左右的车，你只能看个一般的。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比较高一点，这个应该还有白色。看内饰啊。十万左右的车嘛，你就拿这样就行了。国产车嘛，支持国产嘛。它这个展示的只有这一种颜色呗，对，它展示的就这一种。咋样，行不行？那现在给你看看别的吧。啊，再看看别的吧，我还是想要个低调点的颜色的。低调点的，低调点就是白色的、白色的，如果是这个款型，白色可以。行，那我再转转吧。还有个他那个视频给我发过来，我看一下。行。再好好看看，我觉得这个价格倒是可以，也就十万出头嘛，是吧？哎，我也在想，这买车不毕竟是个大事情，是不是？就是啊。转一转吧。我们给姐他们拍几个视频啊，然后仅供他参考，把价格给他标上。他说的要选哈佛的嘛，那哈佛只有这几款的，十万左右的车也就这样。什么？换个车？换这样的 SUV。你没法换呀，我们那个现在你车要往外卖的话就不值钱了呀。哎呀，我买那车买亏了。这后备箱大吗？后备箱就是这样子。也不算大，太大。我喜欢这个，这个车多帅，多威风，你看。我换个车吧。你就不能到这逛是不是？一逛这个车，这个 4S 店你就蠢蠢欲动是不是？咋样？这是啥？一键启动吗？是不是？那是档位啊。档。我坐到这个车上，我就想考个驾照去了。改个算了吧。什么算了？哎，这个车就是有点太大了，感觉。就是太大了。行了，赶快下来吧，再别这里。这样多舒服，你看啊。米果的姑姑啊，要让我们帮他看一看车，他的那个班来回倒，然后没时间出去看车。正好 4S 店就在我们家门口米泉这边嘛，啊，我们就离得特别近，帮他看一看过来。哎呀，给他看着看着，自己都觉得喜欢了。我以前就给孩子爸说，我说我们买一个 SUV 的那辆车啊，因为我的个子高，他的个子也高，米果也不矮。所以你想三个大个子窝到那个小卧车里，特别的挤。你换一个呗，说这么简单。你现在换，你以为换什么呢？那不行啊。你怎么了？把那个车卖掉，添点钱再换个
SUV 呢？你能卖出多少钱？我问你，不值钱了。六七万吧。我们那个车连保险剩全部下来，将近十一万，你现在六七万卖掉？哎，六七万你。这东西它是贬值的，你买上以后第二天就贬值了。六七万你都不一定能卖掉，还那无形当中四万没有了。那就赶快下来吧，啊，在这坐。还在这坐着。下来吧你。咋了？你觉得这个好？对啊，大狗多好，我就喜欢这大狗。看，现在那个啥，有点像吉普的感觉。是有点像吉普的感觉，但是有点太猛了，给人感觉。大狗呀，肯定要猛一点啊。这个太帅了吧！这车才十一万多。这个啊，全部下来得十四万了吧？你要清楚啊，这是在给姐看车啊，不是在给你看车。蜜果，这个车好不好？好，想买。你想买？买了就买吧，好，我想买，说的。你以为买玩买那个啥呢？买玩具呢？我就啊，我就喜欢大狗。你喜欢大狗，为啥那会儿买车的时候你不买大狗呢？那会儿大狗没出来嘛。走吧。走，来找找。走，蜜果。